王一博不搞笑，但是真的好好笑呀，古希腊掌管幽默感的神。今天现身直播的博哥，这狼尾真的好帅啊，现场还放起了射雕的 BGM， 我真的是服了，这里笑死我了。王一博你在干嘛？一转身给你们表演一个什么叫一步到位，你就说吧，厉不厉害？这破坏大王又开始了，这是把人家的什么给抠下来了呀，这是，怪不得大家都说你多动，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？还试图粘回去。我王一宝不知道什么叫一步，我只会滑步。这里夹豆子王那个波，你这小机灵鬼真的是太可爱了，直接扒拉过去。我扒我扒我使劲爬。哈哈，自己都乐了。破万的 flag， 博哥说了，要愿意做的哦。个我愿意做的，哎，我愿意做的。好，大家猜猜博哥愿意做什么呀？